为了保护彰化八卦山动植物生态，宣导预防吸干跟反毒，维护台湾民众身心健康跟生活环境，国际扶轮3462地区联合海内外9个地区800多名社员、30多个国家的交换学生，2020年1月12号礼拜天上午8点开始，在八卦山上彰化师大宝山校区举办一场八卦山生态保护暨扶轮之子变装大游行活动。现场除了有预防吸干跟反毒宣导之外，一开始就有一场乐团演奏，炒热现场气氛。国际扶轮3462地区总监黄进林表示，3462地区这一次的生态保护活动规划了海洋生态、空气污染、浅山生态、鸟类昆虫、海洋湿地、健康食材、友善农作等六大主题，透过从彰化师大变装游行到八卦山三清宫的方式，希望营造一个与生态共生、友善地球的美好环境。在我们整个选举完之后办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就在我们台中彰化南投的这个中心点八卦山呢，做一个环保的大游行。这个是我们3462地区今年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哦。这一次生态保护的大游行活动还邀请彰化县卫生局、彰化市市公所、彰化师范大学、彰化高商、彰化艺术高中共同来参加。彰化县长王惠美也特别来到现场致辞表示，八卦山虽然只有海拔97公尺，但是却有许多昆虫、鸟类、蝴蝶、野生动植物的珍贵生态。王惠美县长很感谢扶轮3462地区为彰化县好山好水的尽心尽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更多的乡亲来亲近八卦山，进而了解我们生态的重要，那一起来看过这个土地，我想是非常重要。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我们3462，我们的总监麦克林带领着我们扶轮社共同为这块土地来努力。为了参加这一次的变装大游行，扶轮社有西家带卷变化出许多可爱的造型，让人觉得活泼又有趣，也唤起民众的保育观念。在登山游行当中，还有国外朋友一边载歌载舞，可以说是一个欢乐又温馨的假日活动。扶轮3462地区表示，今年3月份还要举办八卦山赏鸟活动，让更多人一起来保护我们美丽的生态环境。记者陈文旭、萧佑京彰化报道。1920永久爱你，采取行动连结世界。Go, go, go! Run, run, run!